快一点就完了。再吃好像没完呢。这也真够意思的，就差一点了。再怎么样，你看能赛能拿出来？你看下来吧。来来来，快来赛，快下来。没受伤吗？快点，你踩着踩着，慢点。看这样子还真不错。这路本身就不行，选这什么路啊？你踩没想过？没受伤就啊，去。哎，上来，来大爷，来大爷，坐下，坐下，坐下。怎么样？没事吧？他大爷的，他来个毛遂自荐，让我们开着坦克玩飞驰走壁，这算什么凶领导？别说了，我就要说，你，你来干什么？干什么？大圣，你来看看吧，你看看，这是坦克走的路吗？连猴子在上面走都要出拐棍，他不关心战士死活，你也不关心吗？啊，你也不关心吗？你，团长，你，你有气，你找他出去。我不是出去走，你找我出去，你什么？赛德胜，哼，你目无领导，我宣布给你严重警告处分。等等，要给，给我连长，你少管闲事，给一个，我背着。给两个，我挑着。司马排长，到，加强警戒。是，驾驶员都回到自己的车上。哎，走了，咱们都别看。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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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知道。一旦上级形成决定，作为下级掉脑袋也要执行。可是你翻开装甲兵的历史看看，坦克过这样的石坡，有过先例吗？我们过了，不就有了吗？如果我们不能按时到达目标，贻误了战机，你我都会成为罪人的。铁骑，铁骑，司马，怎么回事？刚才有三个巡逻的民军被我们当场击毙了，请抓紧通过石板坡。华东同志，时间不允许再拖延了，马上设法通过。是。阿凡。走啦！我是七河水库啊，对，我就是电站的李站长啊啊！嗯，站长。嗯，李站长，按计划行动。我可就全拜托你了，阮团长，你就放心好了，我也是一名老兵了嘛。嗯，走。华连长，啊，司马，啊，怎么样啊？华连长，对岸没有发现什么情况。司马排长，再到上洋大坝去看看。好，走。分头准备，只要他的坦克一下子合体，就开闸放水。阮团长，好，我马上向李站长报告。mày cứ đứng đấy làm gì mày im im không nói cứ đứng đấy làm gì mày không đi báo cáo mày alo alo công an quay quay chặn được chi phong quay ra quay bên trong
上敌人已经解决，尖刀可以过河，尖刀可以过河。妈的，老子呢？放水！哦，快快进机房，开闸，开闸，放水，开水，开闸，快点
队长，现在只有动用你的特工队了。我的特工队已经准备好了。好，我英雄团能否挫败中国军队的进攻企图，关键在此一举。你一定要赶在他们进攻之前，不惜一切代价占领蛇口隘。是。严刀，严刀，路况较好，全速前进。17点之前，通过蛇口隘。严刀，明白。